A little Chinese， 小不点中文。Hooray！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海洋动物吧。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三都是海洋，里面住着很多有趣的海洋动物哦。海豚，海豚闻不到气味，它们使用回声定位来找寻猎物。海龟，海龟，海龟在一亿年前就生活在地球上了，和恐龙一起生存过呢。海星，海星，海星的身体很特别，它们没有血，也没有大脑。海象，海象。海象长长的象牙可以帮助它们呼吸，还有保护自己。海牛，海牛，海牛是非常温柔而且行动缓慢的动物。水母，水母，水母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使用它的触角去保护自己。海马，海马，你知道吗？会生海马宝宝的不是海马妈妈，是海马爸爸哦。小丑鱼，小丑鱼，小丑鱼会帮海葵清理残留在身上的食物。海葵，海葵，海葵用刺刺的触角去抓它们喜欢吃的食物。逆戟鲸，逆戟鲸，逆戟鲸和海豚一样，使用回声定位去找寻食物。鲨鱼，鲨鱼，鲨鱼在地球上存活了四亿多年了，比恐龙还老呢。蓝鲸，蓝鲸，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它们的心脏和车子一般大。螃蟹，螃蟹，螃蟹的身体有硬硬的外壳。章鱼，章鱼，章鱼是一种软体动物，有非常大的大脑，它们很聪明。乌贼，乌贼，乌贼也是软体动物，身上没有硬硬的骨头哦。蠕梗，蠕梗，蠕梗是一种海牛，可以活到70岁呢。红鱼，红鱼，红鱼的身体扁扁宽宽的，看起来和一般的鱼不太一样。虾，虾，虾子通常喜欢住在海底最深的地方。鳗鱼，鳗鱼，鳗鱼喜欢在夜晚的时候活动，所以白天的时候很难找到它们。巨蛤，巨蛤，巨蛤可以生长到200公斤，活到100多岁哦。海龙，海龙，海龙很擅长伪装，让我们在大海里很难找到它们。海胆，海胆，海胆全身充满了刺，可以帮助它们走路，还有保护自己。海参，海参，海参和章鱼还有乌贼一样，都是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各位小朋友，看了这么多海洋动物，你们最喜欢的海洋动物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好，我们下次再见。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for more fun Chinese learning videos for kids.
Also, don't forget to check out our website at alittlechinese.com for some very cool Chinese learning products. Another quick tip. If you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a bit more advanced for your children, please check out our partner channel called Mama Lao Shi. Mama Lao Shi makes wonderful Chinese learning videos for slightly older kids. Enjoy!